拿我今天试驾的这个威兰达来说，我觉得其实整个试驾过程中还是感觉很愉悦的，因为整体的操控很平顺，并没有感觉到有太明显的这种发动机包括这个换挡的这种错动感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很惊喜很意外。其实试了这台车呢，它不仅有着良好的经济性，同时它的动力也是非常不错，还有 TNGA 架构下的这个车型呢，其实它通过良好的底盘调教可以获得更好的驾驶品质。这个转向还是很精准的，而且方向盘也很轻，变速箱整个的都是很平顺。 TNGA 架构车方向阻力适中，高速行驶按稳定性优于同级别。这台车的滤震性的出色表现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，基本上在经过一些颠簸的时候呢，可以过滤的非常的出色。那我相信家人坐在车后面的时候，整个感觉也会非常的棒。这个 1.8 双擎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，就是因为它有电驱的加入，所以它这整个提速感非常的快，然后是省油啦，是另外一个方面，的确是非常省油，家用的话这台车真的非常合适。身边这台配备了 EFO 电子四驱系统的威上，它动力很足，操控性很强，特别是在山路的行驶过程中呢，它在中速的变道以及在直线的加速里面，给我很好的一个操控性能的体验。在外观还有速度方面，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，然后跑山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有劲的。那么在它过弯道的过程当中呢， MPV 它的舒适性就体现得非常好了，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这个静音效果，它整体车内的感觉很安静。今天试驾的这款车上车之后就有一个人脸的识别的功能，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个高科技在车子运用方面的一些比较好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发动机声音它其实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坐着的话就有点像那个老板椅的感觉，然后不管是玩手机啊聊天都很舒服的。动力呢，要动力有动力，要顺滑度有顺滑度，然后要操控有操控，那这么一款完美的车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。开这个威兰达呢，还是比较这个平顺的，这个车子我感觉非常的棒。刚才试驾的是这款威兰达，这次试驾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台车非常好开，动力也够，驾控也强。我想我可能下一台如果换车的话，可能就会考虑到我们丰田的这台 SUV 了。